那劈叉了那毛笔，就是要这样。再点墨吧。哇，真的好有意境啊！太年轻了 ，amazing。竹林啊，皓月当空画一个。小蜘蛛叫了，哎，这像什么？你展开你的想象力，演员的想象力，你想象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燃烧的森林，像不像？这是火，然后这是林子，上面飘着黑烟。最败笔。就是你画的这个，那你把这个修一下。不行，修不了。你让平常猜你画的是什么？你猜我画的是什么？颧骨升天。你这么大胆猜？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，青草地。哎，又很接近。对，很接近。再大一点。啊。海上的一艘船，你这个紧张，你终于看出啊，终于有人懂我的话了，真假的？对，你刚刚不就是燃烧的房屋吗？我是骗你的吧，因为你理解不了。这幅画的奥妙就是每个人看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看戏吧，别画了。就是每个人看它，都会感受。以后不准再画了。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。画的太好了，以后可以再不要看。是这样的，